许鞍华武汉睇景遇小偷破财。强国治安有几好，大家心照啦。早排许鞍华就翻武汉为电影《黄金时代》睇景，发现放喺车个手袋唔见咗啊！入边有两张卡、21,000元人仔、200元港纸同个人证件。唉，最惨就系连套戏嘅剧本都唔见埋。佢嗱嗱臨報警，有關方面高度重視，連身兼市委常委嘅市公安局局長都好關心啊！最後用咗5日就拉咗個疑犯啦。許鞍華尋日 SMS 我哋，叫大家唔使擔心，仲多謝武漢警方幫手添。